跟依依点头一下，跟你女朋友点头一下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其实我们一般人这样穿五秒可以穿的衣服，但我记得他第一次上课的时候，好像穿了五分钟。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先感谢这段时间帮助过我们的医生和护士们，他们真的很辛苦，非常非常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还有很多朋友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多久前啊？我怎么没有印象？没有印象了哈，快两个月以前，哎，两个多月。两个多月以前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我在环岛。不是你在环岛，就是我们在骑脚车，然后跟你说你骑脚车要骑用力一点才可以环，之后才可以环岛啊。不要跟着古巴去环岛，来开始。这不是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荣总啊。这两个多月前。对呀、啊，不记得。不记得。啊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慢慢聊天，慢慢那个。那你记得我们在医院的后期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都会在医院附近逛街啊，走一走啊，晚上的时候。哦，那时候都记得，那记得。就是在附近找有没有吃的，然后去散步，这样对不对？对啊。嗯，但那个时候已经是真的是。非常轻松，就是他已经可以自己走路啦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要走回医院，吃完饭走回医院的时候，突然下超级大的雨。然后因为他走很慢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一个人先跑进去没关系，我一个人在外面慢慢走。”我说：“这样也太可怜了吧？”没关系，我们一起走。然后对你记得吗？原本一段就是如果正常人跑步可以五秒钟就到的距离，我们应该走了五分钟嘛。然后我们就全身。超狼狈的，淋的全身湿，但是两个人就是这样慢慢走，慢慢走，走回去。嗯，其实他，我会想要把他复健的这一段的影片所有都拍下来，是因为我现在每天早上看睡醒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有好几次都会哭出来，因为我会觉得我不敢想象我们还有一天可以一起在这个床上，然后他可以这样子。睡觉的感觉，因为之前在医院的时候，我每一天睡前，就是我不敢去想未来会更好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没有那可能。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熬过来这一步。嗯，上次那个什么影片出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因为你的手机突然噔噔噔噔噔噔，发现很多新你自己的新闻。因为我们上一次新闻出来之后，就是大家真的都很关心，而且大家都透过影片发现，哎，你状况变很好，所以是不是突然有很多很多人都私讯你的手机？对，然后你就一个一个回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多人关心他。这中间最多人问的就是复健这件事情，很多人问我说，哎，他是做了什么复健才可以恢复到现在这么好？真的是连医生都说是奇迹哦。1月24号开刀到现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，但是他却可以恢复到我们已经在游泳了哦。然后连医生都听到说你们已经开始游泳了，就吓到，因为不敢想象他现在其实才经过4个月已经可以游泳，大家会没有办法想象他之前有多严重这件事情。但是我就相信说，如果这支影片出来让大家看到他复健这一条路的话，大家会给跟他相同经历的人或是正在经历的人更多信心。因为他在加护病房那个时候，医生传给我的每一天视讯的影片都会让我觉得天哪，我们感觉是没有希望的明天。跟你女朋友现在女朋友打声招呼一下，手打开，手掌打开，手晃一下，这样子手再举高，手指比手指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很好，好 ，OK， 眼睛打开看看，哎、欸，对，跟依依点头一下，跟你女朋友点头一下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恢复到现在这么好，真的是你自己觉得呢？自己觉得还好，这些。有时候我给你看你之前的影片，复健影片都会想到。不
吓到说，原来我是一个是不会动的人，然后突然变得真的不会动，然后我要努力变成这样子才是真的。原来我很想变回以前活蹦乱跳的。对对对，就那一次，是一个对家人很重很弱的一个人。不会啊，你现在四肢很健全。因为复健的路都是大部分是蛮模糊记忆的，然后唯一有的一些记忆就是很片段，然后很就是很片段的，所以是不是都是很痛苦？对，就是大部分都不是很值得回想的。对，因为他复健真的是很痛苦。我记得一开始的复健，我们是床上复健，因为他真的站不起来。所以他是在床上做一些，光是举手要 hold 住五秒钟都很难。到后来，我记得第三个礼拜吧，扶着四脚拐站起来，然后那一刻我真的是很想哭哎、欸。对，脚伸直，手伸直，手伸直，你要撑。挺住哦，挺住哦。手帮忙哦，都帮忙哦，身体帮忙。挺住哦，很好很好，挺住哦。肚子往前挺出来，自己用力往前。头抬高，腰挺直。这只手用力哦，这只手要出力气啊、哦！肚子不舒服哦，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啊、哦，没有力气吗？啊？你会发现他连站的时候，他因为他那个脚会有阻力，所以他会全整只脚都在抖，然后那个抖是他没办法抗拒的，所以你必须要用手去帮他的脚 hold 住，让他不能再抖，要对抗那个阻力，然后让他这样站起来。所以他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很感动。那你有记得老师教你自己穿衣服的那件事吗？因为他复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一般人这样穿五秒可以穿的衣服，但我记得他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好像穿了五分钟。像刚刚一样，对，很好，右手不要往前进去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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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对，穿起来，是吧？对，穿起来，还有，很好，把右边的肩膀穿上去，对，不是要脱，要穿，可以，你做得到的。现在左边搞错，左边右边搞错，来试试看哦。对，对，就把它拉上来，很好，对。右手在后面，先过来。对。对。对，那把你的领子拉好 ，OK。来，加油，压力好。对，手抬高，很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对，用力，你只有眼睛睁大，你没有用力，来，脚头，脚头，杀人，哇，再一次，很凶。快点把你寄给导演看，表示你很认真。不行不行，很近，胸近。现在是因为房间里面只有我们，所以才脱口罩哦，让大家看一下你帅气的身影。会很辛苦吗？很轻松吗？轻松。很简单？太简单了。闭着眼睛就可以做啊啊啊啊！张开眼睛呢？也可以做，哇哇哇！会累吗？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不会，还可以唱歌吗？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，我觉得在病房的时间我也不会让他闲着。就我觉得除了上课以外，自主复健很重要，因为你不能上完课之后回到病床上，你就是懒着瘫着，这样的话你对床的依赖度会更高。你的眼都没有我就不要听，是不是？干巴爹，好，再走回去，再走回来，好，你走，好。
你一步一步要踩实哦，这个脚要那个脚不可以拖地，要抬起来。好，所以你右脚抬高一点，抬地，对，不要拖地哦，不可以拖的。太厉害了吧，录给你的小孩看，辛苦吗？还好吧。累吗？不累。那可以做半个小时吗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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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肩膀还 OK 吗？不行哦。好，你自己伸直一次，我不帮你。伸直。再画一个圈。手要伸直哦。棒，贴着墙壁。OK。嗯。嘿嘿嘿嘿嘿。要再低一点，没有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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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起来。再次，蹲，再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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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起来。我觉得复健这件事情是，尤其是对中风人来讲，是一辈子的，因为你中风就是身体有一个不可逆的伤害在了，所以它的复健是，就算你未来你觉得身体恢复的再好，你都要把它当作是复健，就是运动，你要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。因为其实我有跟一样的病友聊天过，有的女生病友她中风完之后，她就很积极的想要回去职场，然后想要回去，例如说恢复学业，可他就没有好好复健，他就会有一辈子的后遗症。例如说，他可能手永远举不太起来，有个角度，他可能只能到这样。然后我就觉得复健是一个，像我们现在的话，就把复健当作运动，但我就是陪着他一起运动，让他起码会觉得两个人一起动比一个人动更有力量。这一条路我们真的走得很辛苦，然后是每一天扎扎实实两个人一起经历的。所以我很想给大家鼓励，因为我相信很多，不管是中风还是什么，其实很多疾病都是需要复健。我知道复健的当下，你一定觉得身体受不了了，然后心很想放弃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影片可以让你看得出来，从这么不可能的状况，我们可以恢复到现在这么好，相信你一定也可以。相信看完影片的你，明天的复健会再出十全十的力。对，希望大家一起加油。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，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，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，就变成了水，温和不刺激，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环保，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，请赶快上快点购，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。